广场的对面就是幼儿园，哎，小朋友也多。他那个鞭子抽的声音特别大，他抡起来不小心就会把人伤了人。接受那个业主投诉，让他换个地方，或者是改个时间吧。他不听，当时就辱骂我们保安。完了以后站在那个台子中央，意思估计他就不会再打了。没想到他就对着我们保安的鞭子抽几鞭子，那个腿上都有血印了，袜子都抽烂了。当时人多嘛，好多业主都当时都是围观，都在指责他，都在说这个事情。他也就他又停了，没再抽了，但是不停的辱骂，通知他们的子女嘛，然后给他也把他批评了，批评了完了以后，他们的子女给这保安道了个歉，现在还在正常上班。嗯，保安当的别扭，知道吗？我一天只拿60块钱。我这，从我上一次，我都。